牛头往里进，他们家有机器，也有冰机，居然不打一级团，我没想到。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直接斩怒，带的啥呀？他也带征服者呀。First blood. 사육의시간이다我们升了，我好希望这打野能过来帮我强杀。但是很可惜，这打野办不到。我们也去走一趟啊，找一找这蛤子。打得挺快呀。不行，我只能穿上来。哎，为什么人卡了呀？哎，真的，为什么人会卡呀？好卡呀！这也延迟也不高啊，也没跳聘呢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把打完换个节点吧，这也忒卡了。不行啊，这不能回家呀。好卡呀。哎呦我天哪，卡的我人都飞了。
现在退了换节点，你说的轻巧，现在退了你知道耽误多少事儿？哎呦我的天！저기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저더블킥这给我卡的这给我卡的呀，给我卡飞了。中路死了，下路零杠二，牛头零杠四，打野幺幺零。退了重上试一试。不行啊，退了重上也卡呀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有些兄弟到底是耳机坏了呀，还是耳朵不好使，还是说眼睛有点不好使，要不医院看看去吧。真的，你身为我的家人，我感觉我这确实得提醒提醒你，要么就脑子不好使。骂人呢？没骂人呢？怎么就骂人？这说个事实，咋就骂人了呢？
你这卡成这样了，还搁那说我不行 ，Q 没伤害呢，那你说咋整？那你说我还能说啥？我就只能给他认定为，要么就是脑子不行，要么就眼睛不行，要么就耳朵不行，反正总有一个地方是有问题的。有病咱就得治，不治的话就容易拖，拖就完了。我跟你说，拖以后就有可能就脑血栓。我这担心，你知道吗？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我靠，攻速有点快呀、啊！挺好，我让这兰博值钱，然后佛爷哥把他一杀，300块到手，这波小立功。想一想啊、哦，单出血手不行，这把得要黑切，这把没有黑切不行。哇、哦！嗯，两个小兵罢工了。给了吧，嗯，发了。哎，我居然被兰博给杀了。退中啊，把中塔拔了，可以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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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对对，最终最终最终。我算知道为什么中路不是中路下路会崩。这也不可能不崩，那二连都连不起来。跳弹可以，先来个水银海，
如果我能在这个时间点黑切卸手的话，我们确实是太猛了。但是现在装备还是不行。这兰博，我觉得我得去单杀他了。我不能让他再跟我带线了，我得去杀他了。别打了呀！关键他连护臂都不出，你说我不杀他也说不过去呀、啊。给了吧，不要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没有啊，吃了一个。哎呦！能不能给我收一个，兄弟们？啊，能不能给我收割一波？像点人吧？谁的六百五？冰机啊，还行，冰机给杀了。退一手，这中路小兵卡的我挺难受。这俩小兵有视野吗？没有视野，卡的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아플거든저게안했습니다아플을향했습니다W 队友吗 ？W 是那啥了吗？不行啊，这装备扛不住啊！这装备跟人卡杀冰机上去，一秒钟就没。铁手咱也出不了了。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
咱俩别不一块走啊！你跟我一块走，我搁前面给你扛着。我必须得拿个人头了。你能点过他吗？不行。这把有机会，没机会，我扛不住。我现在必须有蟹手、紫炎之力加春哥，这把可以赢。如果没有这三件装备，我们赢不了。我一共现在就俩人头，我没有人头。来小龙啊！我扛不住，他们就没法收割。那牛头脆的跟个籽儿一样。操！你看着吗？我一秒就死，不用多，就一秒。那中单装备太好了，二七十，你别看我二七十，你看对面上单几几几，你看我二七十没啥用。你要那么喜欢看战绩，我也可以不死。那我不上不就完事了吗？就可以不死，老看着战绩有啥用？换个节点呢？